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，俗称肺痨，会透过空气传播。结核病从未在香港绝迹，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。症状包括持续咳嗽、咳血、发烧、盗汗和烧手。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。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。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啊！